调刀身，首先点刀身页面，然后 SP4 是振动刀，这边有一个零，这是调这个数的，一般离着远的话调到5，然后点这个下键往下按，刀会跟着动，快接触到台步了，咱就把这个数啊调小，让它走慢一些。然后把它抬起来，这个差不多快接触到了，把它改小，改小之后用肉眼看一下，看一下基本上刚接触到台面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点确定。然后就是拿一块材料试一下，点这个去测试，它会切一个小方，这个刀身就可以。